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自2011年起设立中医药国际贡献奖，旨在表扬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或在中医药研究领域取得具突破性成就及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和学者。13年以来，学院已经举办了6届贡献奖，今天我们将迎来第7届的2位得奖学人。有请今天大会的司仪，中医药学院临床部的吴信尧，以及学院秘书处的骆吉婷。欢迎各位来宾出席第7届张安德中医药国际颁奖典礼及得奖学人讲座现场。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7届的得奖学人刘良院士、徐安龙教授。今天出席颁奖典礼的主礼嘉宾包括张安德慈善基金董事张静志先生、张静慧女士，第7届评审委员会主席陈凯先院士，校董会及自议会副主席潘伟贤先生，校长魏炳江教授，欢迎大家。我们也诚挚欢迎以下嘉宾：医务卫生局署理中医药发展专员何佳琪先生，医务卫生局中医药发展助理专员吴子欣博士。此外，需要特别感谢的是第7届评审委员会成员梁秉忠教授、贾伟教授，也欢迎副校长、研究及拓展兼中医药学院署理院长吕爱平教授，欢迎大家。现在有请魏秉江教授代表香港浸会大学欢迎各位。张安德慈善基金董事张静志先生、张静慧女士，评审委员会主席陈海山院士，得奖人刘良院士、徐安龙教授，校董会及基议会副主席潘伟贤先生，评审委员苏国会院士梁秉忠教授、贾伟教授，近代副校长科研与拓展吕爱平教授，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这个两年一到的盛事。这不仅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的盛事，也是近代的盛事。新冠疫情过去了，我们今年终于能够见证得奖人趁机来到香港接受奖项和讲学，让我们可以一睹他们的风采，实属难得。两位得奖人不仅在业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内地亦享负盛名，因此我们今年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将得奖人的精彩讲座带给内地及远方的朋友。香港为国际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香港浸会大学一直在这方面为香港累积实力。自1998年近代的中医药学院成立以来，我们就致力培育中医药专业人才，我们的研究方法扎根于国际通用的循证医学标准，多年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得到国际的肯定。近代的中药创新研发中心最近得到两个第一，包括第一个是以中草药为基础，获得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USFDA 批准在美国展开的临床研究的新药，治疗慢性的便秘。第二个第一是香港第一个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孤儿药的资格的认定的植物药，治疗肌原纤维疾病。近代于在较久之前研发用于成骨治疗的新型四配子的药物，同样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
孤儿院的认定，就是说我们学校现在有两个孤儿院跟这个中草院的认定，都是 USFDA 的。这个孤儿是治疗成骨不全症的。此外，我们学校领导的研究团队也开发了一种创新的药物传送方式治疗阿斯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也都研发出从中草药提出的物质协助我们对抗胰脏癌跟治疗人类肥胖症等等。2025年底，现在将营运香港第一所的中医医院。学校四分之四级的努力，让我们更加清楚中医药在全球健康科学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叶新公益的张安德院士，同时也感谢他的公子张静志先生和千金张静慧女士出席典礼。张院士在2010年的慷慨捐款，让我们可以设立这个奖项，在全球的关注中医药的情况下颁发这个奖项，是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整体实力的展现。这里值得提的是，在我来到浸会大学之前，刘良院士曾经是近代中医药学院的奠基院长，为学院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础。近年院士在横琴积极推动粤港澳深度合作，令今天他重临浸会大学，我们很多同事都很期待与他相聚。而徐安龙教授，他领导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也在横琴建立继续教育基地，开展高水准国际化的中医药人才教育培训。刘院士和徐教授在中医药发展的不遗余力，我们每个人应该多多学习。最后，我仅代表香港浸会大学向两位得奖人致最诚挚的祝贺，稍后他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获益良多。谢谢大家。感谢魏校长的精彩致辞，请您就座。下面有请评审委员会主席陈凯先院士隆重介绍第七届的得奖学人，有请。尊敬的张静志先生、张静慧女士，尊敬的刘良院士、徐安龙教授、潘伟贤先生、魏炳江教授、吕爱平教授，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颁奖典礼暨得奖学人的讲座。我很荣幸担任第七届评审委员会主席，和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一道参与评审的工作。评审委员会经过严谨的遴选的程序，选出了两位实至名归的得奖人，他们分别是刘良院士和徐安龙教授，祝贺两位。我也在此感谢所有的评审委员参与。今天梁秉忠教授、魏炳江教授、贾伟教授都在座。由于各位评审委员的努力，让评审工作得以顺利的完成，感谢你们。现在我向各位介绍一下本届的两位得奖人。刘良院士和徐安龙教授都是中医药领域的知名学者，两位的学术造诣和研究成就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创新药物研发、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和创造性的贡献。刘良院士是一位专精于中药抗炎免疫药理
和抗关节炎新药研究的权威专家，在融合多学科前沿技术开展中医药研究方面具有领导地位。他先后在粤港澳三地从事中医药的教育和管理工作，积极地推进三地高等教育以及国际间的学术和科技的交流，并且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项目顾问和专家组的主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的召集人。刘院士凭其杰出的成就屡获殊荣，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期间获选为澳门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研发了二氧化钛 PGC 镜片，建立了迄今世界最灵敏的定量糖组学分析技术，以及开发了风湿病治疗药物镇清风痛宁，为风湿病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得奖人徐安龙教授，他的专业领域是免疫学，他利用自身在免疫学研究的优势，在结合中医药的特色，集中研究人体免疫防御多样性的起源和演化功能和机制，以及免疫性疾病的防治，取得了原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曾经主持多项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获得多项科研奖项和荣誉。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徐安龙教授不仅在中医药创新领域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积极推动中医药在国际间的传播和发展。他率先提出在海外建设医教研文四位一体的中医中心，以现代科学的语言推动中医药在国际间的传播，促进中医药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两位得奖人多年来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深耕细作，成就卓著，值得表彰和弘扬。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从2011年设立以来，一共迎来了12位得奖者，我们深感荣幸能够表彰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或者在中医药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和国际认可的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和学者。今年科学人的竞争尤为激烈，显示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备受社会和学界的关注，也凸显了中医药在全世界的认受度越来越高。展望未来，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广更深。自从2011年我参加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评审和颁奖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学习到很多。借此机会首先感谢张安德老先生及其亲属大力资助和支持，他们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中医药国际化的热忱的推动和对社会的无私的奉献令我深为感动。同时我也要向历年来获奖者包括今年我们的两位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他们对中医药传承创新研究和国际化发展贡献良多。浸会大学和中医药学院多年来组织和举办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的评审和颁奖工作，评审委员会各位同事提出了严谨公正和非常专业的评审意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此我也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表示衷心的感谢。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正面临大好的时机，中医药要传承好发展好，
离不开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两者互相支撑，互相推动，让我们为此继续共同努力。最后，我仅代表全体评审委员，再一次向两位获奖人表示热烈的祝贺，谢谢大家。谢谢陈院士，请就座。现在颁发奖项，首先有请张静志先生、魏炳江校长、张静慧女士、潘伟贤先生，然后有请两位得奖人刘良院士与徐安龙教授。请张静志先生、张静慧女士颁发讲座于两位得奖学人。好，感谢张静志先生、张静慧女士，请摄影师为我们合照留念。有请潘伟贤先生和魏炳江校长颁发奖状给两位得奖人。我们有请摄影师为大家继续拍照留念。好，感谢，请张静志先生、张静慧女士、潘伟贤先生以及魏炳江校长稍移预步到位置上就坐，以及徐安龙教授也稍移预步到座位上就坐。好，小心台阶。以下有请刘良院士为我们分享得奖感受，有请。尊敬的魏校长，尊敬的张先生、张女士，尊敬的陈凯先院士，尊敬的各位评委，尊敬的我们各位香港浸会大学的各位领导和各位教授们和我的同事，中医药学院十多年前的好同事，也尊敬的我们澳门卫生署方方面面的各位人士，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四个字、两个词。第一个就是感谢，因为发自内心的感谢。我要首先是感谢我们张安德先生和张安达德先生的公子和女儿。这个我记得是在2010年，当时张安德先生来浸会大学访问，当时我们的公关处就安排了到中医药学院去参观访问。交谈中，后来我们张安德先生表示了希望能够支持咱们香港中医药的发展，支持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希望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瑰宝中医药能够为世界的人类健康能够有所贡献。所以我们后来就经过讨论，在大学的支持下，然后就提出来成立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所以在2011年
我就离开了浸会大学，去了澳门。那么今天第七届了，然后我呢再回来，就特别的有感触，也特别的感激和感谢。第二个，我就要特别的感谢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和中医药学院我们各位的同事，我们魏校长，还有我的继任我们吕爱平校长。我们吕爱平校长也是我当多年的好朋友和合作者，他来中医药学院担纲，把我们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台阶，感到尤为的高兴。那么我也要特别的感谢我当年在香港浸会大学工作，特别是中医药学院工作的各位的同事和同学，使各位积极的支持和努力的奋斗，同心协力，才有我们中医药的发展，也才有我今天能够站在今天的这个授奖台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是更多是我们共同的荣誉，是我们共同的成果。我记得在2011年6月29号，当时大学和学院的同事们为我组织了一场 farewell party， 就在尖沙咀的 Day One 顶层全程，当时依依不舍，7月1号就到了澳门去工作，今天又回到我们的香港浸会大学和中医药学院，我看到了大学的创新和发展，看到了浸会大学在魏校长在大学的方方面面带领下，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全浸会大学的学术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并且为国家创新科技的发展，为香港的这个发展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感到尤为的高兴和感谢。还有一点，当年我在担任院长的时候的同学毕业了，今天陈景华同学已经是成为了我们中医药学院的助理教授，特别的高兴。我还要感谢我的提名人，澳门科技大学的校监廖泽云校监廖先生。实际上今天有机会跟各位分享，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好多的这个获奖者还有教授们要为我提名，包括我们在座的肖文南教授跟我谈了几次要为我提名，我都一一的谢绝了。我说我多年张安德先生设立这个奖，我说目的是为了要奖给我们其他的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而不能够我自己受奖。这一次廖泽云先生说服我了，他说你对澳门科技大学的贡献，现在你是荣誉校长，你又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奠基中医药学院的院长，你应该接受我这个提名。所以我借这个机会也特别的要感谢我们廖泽云先生，还有不可特别要记忆的特别要远远铭记的是我们的各位的评奖委员会，陈凯坚院士，我们在座的梁炳忠教授、贾伟教授等等各位评奖委员会对我们的认可，这是很多感谢。第二个词就是期待，我们期待我们跟以前一样，我们更加的紧密的携手合作，我们共同的把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医药的事业，尤其是中医药的创新科技和科技产业的发展，我们能够更加紧密的携起手来有所贡献。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全程创新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也是国家的战略，所以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们面临着最好的机会。刚刚我们微笑着校长也提到，包括我们在珠海横琴打造了一个很高端的一个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平台，几天前这个广东省正式的任命我要担任这个学术委这个实验室的主任。所以我尤为的希望我们今后跟我们香港浸会大学适应香港的各界，我们共同的整合资源携手合作，我们做到能够共建共享共赢。谢谢各位，非常感谢卢院士的精彩分享，请就座。现在有请
徐安龙教授分享得奖感受。尊敬的魏校长，尊敬的陈凯先院士，尊敬的张景惠女士，还有这个吕校长，各位评委，大家下午好。我这个很荣幸啊，我首先感动，非常感谢，我是很激动的。这个因为能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首先呢是我觉得是对我的这个团队的认可，感谢这个，其实不是对我个人，是感谢这20多年来，就是在我学术生涯里面陪伴着我的同事、学生和我的合作者，是他们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第二个，感谢我的提名人，三位提名人陈可济院士、童小林院士还有田金洲院士，是他们的这个提名让我能这个有这个机会获得这个奖。还要感谢在那，感谢浸会大学，感谢张安德基金会以及张安德基金会的家属，以及评委，各位评委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非常感谢大家。等会我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因为我等会还有学术报告，我会讲到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探索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两条路径上，一个是在自己的学术的生涯里面，一个是在作为校长管理大学怎么推动中医药在世界传播里面，我想做的几件事跟大家再分享。那我就讲今天的感言就讲这些，就是两个字，感谢，谢谢大家。多谢徐教授的分享，请就座。张安德院士多年来慷慨支持本校，包括捐款成立这个奖项和赞助冠名中医药教授席计划。今天由张院士的子女代表出席，特此感谢。现在我们有请魏秉江校长代表致送纪念品，并请吕爱平教授陪同。请张静志先生、张静慧女士上前接受纪念品。好，请各位留步。我们也衷心地感谢主席陈凯先院士，他从第一届开始便一直担任评审委员会的主席，非常感激他对我们学院的鼎力支持。请陈院士上前接受纪念品。好，请各位留步，再拍张合照。好，请各位嘉宾继续留步。现在请刘良院士和徐安龙教授上前到中间位置，然后有请潘伟贤先生上前。好，麻烦摄影师。请各位继续留步，现在有请评审委员会成员梁秉忠教授、贾伟教授上前。好，麻烦摄影师。
好，现在请所有台上的嘉宾移步到前面的红地毯，然后有请以下嘉宾上前：李应生院士、陈雨林先生、何佳琪先生、冯义斌教授、邹矮云女士。好，麻烦摄影师。请各位留步，然后我们有请以下嘉宾到舞台上，有请周华教授，有请李敏教授、张宏杰教授、赵忠正教授、杨君君博士、陈正慧兰女士、陈瑞芬主任。好，麻烦摄影师。好，谢谢各位，请各位嘉宾返回座位，大会摄影师会到台上为大家拍一张大合照。OK， 後面那些同學可能要前少少，後面前少少。OK， 所以到 Emily OK 哦，後面 props， 秘書處揾多個幫幫手喺後面同 Emily 揸多一個 props。OK， 前面個牌移過少少。OK， 後面喬老師，ITO 嘅同事，陣間我哋影大合照，你望一望鏡頭啊，稍微，你呢度得唔得？明哥。OK，Candice、okay, Emily 上前，牌俾阿莊偉波博士，另外一個俾李敏教授啊。騰前 ，props 騰前。OK， 秘書處後邊中間嗰排填咗一條紅海去 ，Candice、Celia、Emily、Alan 企最前，上嚟填一條紅海。OK，Anthony、okay, 坐低。OK， 好，亲爱的各位来宾，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国际贡献奖颁奖典礼圆满结束。
现在是第七届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得奖学人讲座，有请刘亮院士为大家主讲中西医结合诊疗风湿病的原创性研究。两位得奖学人讲座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问答环节，请大家留意。好，我们有请刘院士。尊敬的魏校长，尊敬的陈凯先院士，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还有我刚才特别还忘记还没有能够全的致谢的，实际上我们香港这个同仁当时的话方方面面支持我们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的发展，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陈宇林先生、李英生先生，当时都是我们的 Advisory Committee 的 Board Member 等等，所以香港要说起来我说要感谢感激的数不清啊，很多很多。这个从昨天晚上，这个我们刘爱平校长当时晚餐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什么时候都在说起以前的事儿，这是口述历史。这个在香港，这个能够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点点滴滴。现在最感到欣慰的是，现在的发展不是当年十几年前的水平了，现在的水平大幅的提高。我同时经常关注到我们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同事们的一些发表的 article， 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应用研究方面都是水平很高，所以我今天呢也仅仅是在我的一些研究里面的点滴的一些体会向各位汇报。首先呢，因为我是长期的做风湿免疫病的研究，也包括临床，我们中医药学院的一楼的诊所就是我以前每一个星期有两个半天的看门诊的，提前三个月预约。我记得当时的话要看门诊的时候，慢性病病人很多，我开药就是一次就开一个月的药甚至更多。我们这每次我出来的时候，临床部就要安排我们的学生帮手来拿药，这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说中医药是有用的，的确确确能够对一些慢性的重病包括风湿免疫病的意义是很大的，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简单的跟各位汇报几个方面的一些原创性的一些研究。首先呢，因为在风湿免疫病，风湿病是一类重大的一类疾病，包括关节的疾病，根据美国的一个资料，在成年人有四分之一的病人会要患风湿关节疾病。这个如果我们在中国，我们成年人仅仅是以这个十亿人口的计算也有2.5亿，在香港的数字计算也就很容易了。而在风湿免疫病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典型的一个疾病是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以保守的这个估计，在中国大概也有超过500万的人群患了类风湿关节炎。而类风湿关节炎它是慢性的疾病，需要长程的治疗，甚至有时认为终身的服药，所以属于难治性的疾病，所以我们中医药跟中西结合的治疗能够有所贡献。风湿病重要的这一类疾病的特点是关节和软组织的慢性的炎症，发病机制和病理变化复杂，并且缺乏适宜的长程治疗的理想的药物。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临床我自己也是临床医生，同时又做应用基础研究和药物的开发，感到有两个最突出的临床问题，一是精准诊断和客观辨证中医辨证的生物标志物不足，而导致了常常临床上面出现误诊、延诊和漏诊，还有在中医来讲辨证的临床的雅型分型的人能力不足，因为缺乏客观的生物标志物。我们可能大家会想，在西医不是有很多的一些诊断的指标吗？咱们从这个表里面看一看，就讲类风湿因子来讲，要不就敏感性不强，要不就特异性不强，所以要不就是抗 CCP 的抗体也是一样，所以
并不是说现在临床上面的有这些血清的诊断的指标就是可以精准的诊断，至少有 25% 是缺乏血清的生物标志物进行诊断的。所以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是药物的副作用比较大。那么根据现在的世界的研究的资料，类风湿关节炎能够被控制的在国外的资料大概 14% 可以被完全控制，在中国的资料只有 11%。 不管怎么样，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甚至三分之一的以上的患者因为缺乏对药物的西药的耐受性而不得不停药，停药了几乎就没有药可治。所以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内地大约有超过70%以上的患者都在寻求中医药治疗，就证明我们中医药治疗是非常之有潜力的，值得研究的。所以基于这两个临床的突出问题，我和我的团队长期的坚守在中西医结合诊疗风湿病的研究和药物开发，我们整合应用多学科的先进与方法，希望能够有一些原创性的研究和原创性的发现，包括诊断新方法和发病机制的研究，治疗新策略与创新药物的研究。首先跟各位汇报关于诊断新方法的研究。首先我和我的团队的同事们就抓住了对风湿病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免疫球蛋白，就 IgG。 大家知道 IgG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尤其是这个结构上面它有 N 的糖链，只要求这个 N 糖链它的糖基化有些少的变化，就可以产生完全功能不同的这个特异性的糖链。可是在现在我们基于深度的这个糖组学的分析的技术不够，我们发现诊断风湿病的 IgG 的 IN 糖链的分子标志物就困难非常大，这是世界性的一个难题。而在世界这个难题，我们首先说为什么要去检测这个 IgG 上面的 IN 糖链呢？我们首先看看，因为免疫球蛋白糖链的微小的变化就可以有化炎症或者是抗炎，这个是现在甚至是在基因药物里，我这个在单抗药物里面的都要基于在这一点进行药物的设计。所以只要微小的变化就可以产生功能完全的不同，尤其是极低的糖链唾液酸的这个糖链。所以甚至现在世界上有一个理论认为这种风湿免疫病复杂性的疾病是为糖基化改变的新的理论。我们知道在身体人体里面有三大类的物质，一类物质是蛋白质，第二类物质是糖，第三类物质是脂。对蛋白质的研究要比糖和脂类研究多得多，可以说在糖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糖蛋白的全球领域，尤其是免疫球蛋白对发病机制和药物干预的治疗的领域，几乎是还在一个尚待开发的区域。所以这个是在国际的一个前沿。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研究 IgG 的糖基化？因为它跟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尤其是低排半乳糖化和低唾液酸化发现。而这种糖链结构的改变要早于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症状的曲线2到3年。大家知道如果我2到3年就是没有多少临床症状我就能把它诊断出来，那不就能够早诊早治了吗？那么就不会导致去出现关节的畸形，甚至是永久性的致残了吧。还有它无论是在儿童还是在成年人类风湿关节炎 IgG 的糖链的半乳糖完全缺失者甚至高达 60% 以上。可以说这个研究这个 IgG 的 N 的低丰度的糖链意义非常重大，但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它的丰度极低呀，就检测不到。那么为此我们就怎么去克服这个技术瓶颈呢？我和我的团队包括我现在的王建勇教授在广州一直在我的团队里，当年就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就是一直克服在坚守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就是创建了风湿病 IgG 血清生物标志物检测新的技术，自行的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块快速高效特异性在线复制的低丰度的 IgG 糖链的二氧化钛 PGC 的芯片。这一个芯片的检测技术比原有的技术提高了检测1000倍以上，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定量糖组学技术。这个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实际上就是二氧化碳，它把这个酸性低丰度糖链可以在质谱分析的时候，可以洗脱的时候，可以把酸性的糖链把它拖住，然后再来质谱检出来，它是微流控的芯片，微流控芯片。那么这个是这个图里面表示，这个矮的这个头的是以前检出来这些低丰度的糖链，而我们这个高的这个是我们的芯片检测出来的，大概要高两倍多。那么这个检测多了，所以就能够发现到它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所以这个技术发表了之后，在2017年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面发表了之后，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结果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 Nature Review Rheumatology 这个世界的知名的学风湿病评述的期刊，当天我们的文章上线，当天的话就联系我们，这是在风湿病的领域里面重大的突破，我们要发表专门的新闻报道。两个星期以后，这就是当时发表的专题的新闻。专题的新闻有意思的是说，是血清抗体阴性的类风关的生物标志物获得鉴定。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应该有零到一的发现，而不是做加法。就是在原来25%左右的这个没有抗反光氨酸单抗体和类风湿因子的也能够把它检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诊断的这个生物这个准确率显著的提高。我们拿这个芯片就发类风湿关节炎发现了两个特异性标志物，我们自己命名为 SGM1 SGM2。 我们拿这两个生物标志物再结合原有的临床的血清学的检查，使它的临床的诊断的准确率由70%-75%提高到95%以上，这就是说大大的提高风湿病的这个诊断的水平。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可能听来对我们中医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做类风湿关节炎的中医的症候分型，症候分型寒症的热症的，我们可以拿一个糖链谱可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今后的话，拿一个病人的血能够照样是现在的西医的诊断药盒一样，在临床上面一检测，这个通过这个计算，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这个属于是寒症的，这个属于热症的，我这是举个例子了。所以中医一样的要有现代的这个技术出来之后，才能够使我们有传统的望闻问切跟现代的这个诊断的技术紧密的结合起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当然我们拿这个技术，实际上它是个普适性的技术。普适性技术我们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强制性脊柱炎，我们采用这个技术也发现了特异性的强制性脊柱炎的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它的敏感度特异性都在85%以上，我们命名在 TripG1 TripG2。 然后我们这个论文也在国际上风湿免疫杂志最高的这个期刊被发表，然后它能跟银屑病患者的这个能够进行变化。下面再打个比喻，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有一类的患者也是表现关节型的时候也辨别不出来。那么在红斑性狼疮实际上在临床上面一样的，现在这些检测指标要不就敏感度不行，要不就灵敏度不高，所以它照样是需要我们现代的检测的这个技术。所以我们采用这个芯片技术又发现了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我们命名为 TripG1 TripG2。这两个生物标志物的敏感度都达到了特异性达到83%。所以我这个是时间关系，仅仅是举几个例子。我们现在科技组已经做了7种风湿免疫病，实际上这些都有它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我们以前的血清学的诊断的指标，而是由于它不够灵敏，它不够专一，所以导致于我们临床诊断的困难。所以你一旦这次临床有特异性强的生物标志物，马上把我们的早诊精准诊断大幅提高。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往往是开始，还仅仅是开始。在座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科学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这个糖链的变化跟疾病的预后，还有我们风湿病的患病的家族的筛查，还有我们跟中医的不同阵型的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糖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把微流控芯片这个技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临床诊断的药盒，现在以 ELISA 的药盒去进行检测，我们为这个事情已经攻克了几年了，还没有突破。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个糖量的这个在血里面极低，极低低到我们没办法拿出来去作为抗原去免疫动物拿到抗体，所以低到我们就这个技术一直突破不了，采用了很多方法，现在我们在合成糖链，把这个糖链如果合成了，我们再去把它免疫动物就可以拿到特异性抗体生产药盒。大家知道我们免疫球蛋白 IgG 还有 IgM IgE IgA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些技术都可以普世的，还不担心风湿免疫病、癌症、感染性疾病，很多都跟免疫球蛋白相关系。所以我们一旦这个技术进一步的突破，可以说在现代医学上面都是个大突破，可是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讲，我们的能力还有限。借这个机会，我们香港，包括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方方面面的能力非常强，由此也希望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携手来进一步的这个突破。下面简单的跟大家报告，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基础研究，一定要的。比如简单的说，我们也研究了中国我们的汉族人，他有没有发病机制方面的特别的我们的基因的变化，有。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国际诊断标准虽然是水平很高，但是数据不是以中国人群为主的，有很多未必能够适合于不同的人种，大家知道。所以现在的国家的科技发达了，我们更多的要以我们这个人群人种去研究我们的相关的规律。所以现在的国际标准基本上都是采用国际上的，还有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分子，还有它基因的表达，以及敲出来之后都能够显著的能够产生一些疾病的变化或者治疗的变化。时间关系，我第一部分这个诊断机理研究只能跟大家蜻蜓点水。说到这里的话，无论是现代医学的研究还中西结合的研究都是大有可为的，都是完全可以找到原创的，都能够从零到一的发现。零到一的发现很重要的就是要集成多学科的前沿技术与方法，没有技术的创新，我们就没有能够拿到原始的科学发现。所以技术的革命尤为重要。我们知道世界科技革命，第一次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发电机的发明，第三次世界的科技革命就在我们当下，上世纪中叶出现的互联网，这不是世界科技革命吗？第三次、第四次在我们生物科学领域就是我们走学技术，多走学的技术，代谢走学、基因走学、蛋白走学、糖走学，各种走学技术，把我们的对生命现象、生命规律、药物治疗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尤其是对中医药的研究。中医药它是一个比较总体的概念，没有走学技术去进行表达它的特征，你的单一的分子很难表达。所以现代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技术，我认为走学技术是我们第四代科技革命，还有第五代的科技革命也就在我们当下，这就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进入到这个时代，使我们做中医药的研究，我们中医药人已经给我们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了。下面是关于治疗方面的新的策略。大家都知道肠胃生态，我们肖万南教授也做了多年的肠胃生态，我和我的课题组也做了肠胃生态。为什么？大家知道肠胃生态它实际上是内因和外因相互的作用，对吧？我们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发病不清楚，有的人说是细菌病毒感染有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免疫性血背景 MHC。 那么这种相关，那么跟肠菌肯定相关，跟我们口腔的菌肯定相关，所以肠胃生态大家看到有大量的，包括我们贾伟教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肠胃生态工作跟非常多的一些疾病都是相关的。我们在类风湿关节炎，在健康人跟类风关的病人，可以他两个的肠菌谱、肠胃生态可以很好的进行分开，然后在药物干预之后，一部分的可以过来。但这个工作在 Nature Medicine 发表以后，并不是说引起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研究真正的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这篇文章发表的点数有多高。什么问题？鸡与蛋的问题没解决。你健康人跟内分关的病人
它可以分开到底谁是谁的关系，是内分官的病人引起的肠胃韧带的变化，还是肠胃韧带变化引起了内分官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治疗了，是肠胃韧带变化了引起了内分官好了，还是内分官好了引起肠胃韧带好了？基于蛋的问题没解决，就基于这个问题我们又开始研究。当时我们和我们的同事做研究，我们说能不能够就搞一个益生菌，我们去试一下看一下当一个药。可是我们遇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肠胃韧带的 catalog， 没有肠道的基因集。我们在几年前只有人类的肠道菌群基因集和小鼠的肠道基因集，但是我们做关节炎的模型要用大白鼠，没有大白鼠的肠道菌群基因集。为这次我们要自己又建立了一个肠道菌群的基因集，先要建立一个基因集，500-510万个非隐喻基因。在这个基因集建立以后，哎，我们拿一个菌株，就拿一个 L-Cas 乳杆菌，这个一进去，这一进去的大家看，在这个这一个条的啊，第二条的，在这一条的话，它这个 L-Cas 用的比 MTKX 还好哎。大家知道，这就是当时差不多一个西药一样。当然，我们也有用中药。你看，肠胃韧带，这是就像铁的证据，它的确像药一样，它是很有作用。当然，接下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分析，它有67个这个肠道的菌群，这个失调能够恢复正常，67个就是在94个失调的，采用 L-Cas 这一个单菌株进去，就可以把67个可以恢复出来正常。这就是我们提示我们调节肠道菌群可以成为我们治疗内分官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挺有趣。也是时间关系，我都是讲一点原创性发现的一些故事，而这些每一个故事都有我们一个团队研究几十年都搞不完。还有再举一个，最近我们的课题组在做另外一个故事，时间治疗学。实际上治疗学大家知道诺奖已经获得了，出来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基因。但是我为什么我们课题组去做时间治疗学呢？因为我是临床医生，在座的我们都知道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疾病很多会早晨出现沉僵，早晨起来关节僵硬，那我们就一个设想，为什么这么沉僵呢？是不是这个炎症性细胞因子在后半夜的时候它会出现大量的分泌，而可是在后半夜就没药了？因为我们睡觉如果8点钟、7点钟服药，到了后半夜就根本就没药了，这个时候炎症因子风暴大量的在后半夜，会不会引起是这个原因呢？还一测就一个准。我们后来当然根据中医的理论，中医理论的话有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叫三因制宜。我们这个因时制宜就在不同的时间，如果给药它会不会产生效果不一样呢？这是中医跟西医。中医实际上辩证论治理论的话，因人因地因时三因治理的治疗非常有它的科学原理。好，我们然后就把它做研究，结果我们就做研究就发现，原来在后半夜真是在2点到6点钟这个期间，天的话阿尔法这些炎症因子很高啊，可是我们的药物的治疗已经没血了，哎，没药了，血药浓度下来了。根据这个我们提出来一个科学假说，那么就要研究出来缓释的控释的药物睡前敷，打断它这个打断它这个节律。那么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研究已经初步的研究结果啊。然后还有我们呢，现在正在研究一个药物，就是我们这个药物的话，就是在晚上十点钟服药，10点钟服药的话，维持它的血药浓度达7个小时，这就让它后半夜有足够的这个血药的浓度，就是后面要跟大家讲的镇静分酮林缓释片，我们再搞再成为一个微球的一个胶囊的制剂，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领域，最近已经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的重点研发项目的资助。所以这个就是称中医和西医，中医讲因时治疗，西医讲实践治疗学，实际上我们就是辨证论治加择时给药，最后就提高我们的临床的价值，提高我们临床的疗效。那么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感觉到最欣慰的一个研究的项目就是研究药。我在研发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新药镇静分酮林，大家看到这是在《本草头经》《本草纲目》里面记录的这个治疗风湿病的这个药材清风藤。
氢烷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叫氢藤碱。氢藤碱它的化学结构类似马会，但是没有马会的成瘾性，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化学结构。我就为了这个化学结构就一直坚守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这是在91年我去到德国留学，我当时留学前就说是我要去研究中医药，结果跑到湖南怀化就找到了一个初值剂，只有70%几的纯度，我就带到德国做实验，带到德国马普做实验，一直到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我在1995年当时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把德国的教授就请到中国，就开始合作，在全国建立了一个正氢风铜林的研究的协作组。这个协作组我当年只有30几岁做组长，包括我们西医界的董毅教授、协和的封世斌主委，当时都是我们这个协作组的。我讲到这真是要感谢感恩我们很多前辈的支持，到现在我经常讲学都不会忘记以前。所以我们就开发了正氢风铜林的一个第一个反式片，现在这也是唯一被纳入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治疗风湿病的中药单体发货物的新药。可是我们在99年上市以后，实际上对很多的临床研究的要求和作用机理并不清楚，所以我们到今天还是一直在做深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诚心的又做研究，又把正氢风铜林跟甲氨蝶呤两个经典的药物头对头来进行比较来打，有新的阿西特的临床实验的结果出来，最近2022年刚刚发表在 Engineering。 然后接下来我们同时又把它进行双打比赛，因为内分泌关节炎非常难治啊，非常难治的话通常一个药治不好就要联合用药，根据欧盟的标准就是半年之后联合用药，要不就拿莱福米特，要不就拿生物制剂。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莱福米特加甲氨蝶呤，然后呢正氢风铜林取代莱福米特，结果非常有意思的临床研究的结果，他们两者的两两比赛双打比赛疗效相当，但是副作用明显减少，这就有意义了。我们对于药物的评价难治性疾病不是说一定是它的疗效要提高多少，我们一定有时候要看疗效没有明显提高，副作用明显减少，病人耐受性好，还有或者两个都不够，还有药物经济学很有用，便宜了，很多人都能用得上了，就是它的价值。所以也是我们近年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建立了3年习惯疗法在全国广泛的推广应用。最后跟大家汇报的是，这个药理作用机制独特，正氢风铜林里面的化学成分氢藤碱，我们知道它作用于抑制这个前列腺素一二，前列腺素一二是炎症介质，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它来主要是通过花生四烯酸代谢，花生四烯酸代谢的过程在上面有一个 COX2 还原化酶二，现在我们的非甾体的抗原也就在上游抑制 COX2， 可是它抑制了 COX2， 把下面 PGE2 抑制了，同时把这一边的Prostacyclin 前列环素也抑制了，把前列环素抑制了就产生心血管副作用。我们现在的非甾体的抗炎药是没药可用的用的药，现在有心血管副作用风险，大家我讲的这并不是危人生病。在90年代中期，美国 FDA 批准了一个典型的药物，就叫万诺。万诺这个药物因为副作用大了，上市以后5年最后测试了，轰动世界呀。所以在10多年前，瑞典一个学者发现了原来在那一条路，我打的是黄色的画面的一个前列腺素一二甾基合成为一，然后这一条通路如果抑制，那就选择性的抑制了这个酶，就不会引起前列环素。这个呢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实际上前列腺素一二甾基合成为一在很多的疾病都是高表达，在世界上现在是一个研究的药物研究的热点，大量的专利文章，可是就没有药出来。我们基于这个情况，在2000年正氢风铜林这个药物出来之后，就没有心血管副作用的报道，副作用没有。还有一个，我在德国马普做实验，就发现他们显著的抑制前列腺素一二，但是就不抑制 COX2，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这个靶点在哪呢。所以几年前我们在座的周华教授，我们就跟研究生一块，我们就试试，哎，他是不是在作用于在这个前列腺素一二甾基合成酶一呀，
带着这个二十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脑子里，基于他临床的特点，我们就做实验，一重复他照样，你看在我在德国马普做实验的时候出来一样 decoxto 没有抑制。好了，那对前列腺受抑制中介合成酶一，大家看到这个圈里面打的，最后显著性的抑制了，抑制了。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它能够显著的抑制前列腺受抑制中介合成酶一，同时在动物身上也是一样的，可以做到了这样的结果。所以呢，这就是找到了它的药物作用的靶点，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已知的一个药物证明是作用于在这个靶。你知道这个在瑞典啊，卡罗林斯卡平诺奖那个机构的一个学者 Professor Jackson， 他发明的这个靶，现在我已经把他请到我一个学会做副会长，已经做了几年了，前不久又在哈尔滨我们在一起，他特别高兴，他说我发现了这个靶，我说你这个靶竟然获得诺奖呢，这个靶是很大的一个药靶，因为 Post Cycle 已经获得诺奖，他这个靶更大呀。我说获得诺奖不是我获得诺奖，是你获得诺奖，但是我首先因为你这个靶已经证明了我药物的作用，他特别高兴，所以现在是我的学会副会长。这个里面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中医药里面是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原创的，甚至可以说从中医药里面找原创。为什么？我们中医药的治疗的方法不同于现代医学，只要是有效的，毕竟有它科学原理，挖掘出来就是原创，基于有传统的经验临床的实践的 来做，风险小多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药，把我们中医药要传承起来，要创新起来。所以我特别高兴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全国的31个省市，将近4000家医院广泛的使用。我走到哪里去，有些医院介绍，他说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正清风动灵系列产品的发明者，我们的刘院士来了，有的病人拉着我的手都不肯放啊，在积存啊。所以说我做这个研究，最后一句话跟大家说，我发表的学术论文比我做其他做芯片做什么东西发表的论文点滴多了，可是我感觉最欣慰的就是这个药物在全国帮助了几百万的人患者所需要的，并且特别便宜，一个月得用的这个药物只有不到200块钱。你说在这样的话能够帮到我们这么大的有需要的人是有多好呀。那么这个当然也感恩国家，也这个给我们给予了奖励。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方面的一些原创性的工作，包括我们诊断的新的技术的发现呀，也包括我们新的一些病理机制啊，甚至一些研究的一些新的一些策略啊，肠胃生态啊等等，还有我们的时间治疗学，以及这个正清风动灵的新的产品。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同事和同学们，因为2年前包括我在座的周华教授，这个我们一起只有9位教授从澳门科技大学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现在只有2年的时间，我们的团队发展到将近200人。这个不是我们的说今天的发展，我们希望的我们并不满足，我们希望有更大的发展。横琴政府要求我们横琴实验室，简称为横琴实验室，是上面允许我们应该这么称呼的啊，不然还不敢随便这么称呼。这个广东省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横琴实验室将要求我们的全职的工作人员要达到5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要达到将近1000人。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感觉到有很大的期望，很大的期待，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不足。再一次的请校长和各位支持，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刘院士倾囊相授的精彩演讲，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好，接下来精彩继续，有请徐安龙教授为大家主讲中医国际化东西方文明互鉴的独特之道，掌声有请。再次感谢哈各位专家、各位评委，还有我们浸会大学的同仁，以及线上的各位专家。我今天分享的呢，就是我自己的，大家可能看到我的经历。我是从中山大学本科毕业，去美国留学，待了10年，学的是免疫学的。回来在中山大学当教授，做了副校长，然后就调到北京北中医当校长。所以我这个是中西
这个结合的之旅，我自己讲讲我怎么样的在理解这个东西。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讲的，我的学术经历呢就很简单，从中山大学读本科，再回到中山大学当教授，然后过去的读书呢是在香槟这个 Urbana 这个 UIUC 读的硕士博士，然后在 UCSD 医学系 Department of Medicine 做的 Postdoc， 然后在工作的就是大概在药厂工作，这是我大概经历。我其实回国的时候，当时我1996年回国拿的结勤，97年拿的结勤，我当时就这个就问一个问题，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刚才这个刘院士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讲的抗体 IgG， 就打新冠疫苗就是要激发我们的抗体这个能力，但我们人的一生中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可以产生过亿的不同的抗体，所以我们一生中无论我们 travel 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遇到不同的展现的病原菌，我们都用正常的免疫力去产生它的抗体，就是做到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我们都能够应对。那为什么我们能产生这么一个能力呢？这个东西是在免疫学是一个谜，所以呢在免疫学里面的历史上呢，就为了这个东西有很长的 debate， 这是一个基础的 fundamental 的一个问题。但是在历史上在研究免疫，就是仅仅研究免疫学，三次诺贝尔医学奖授予研究这个抗体的，一个是在血清中找到这个抗体的化学组成，一个是做了抗体的这个功效，再一个是就是我今天讲的找到了抗体这个机理是怎么能产生我们这么多过亿的不同的抗体的这个能力。人当时那个时候，这是在70年代末，就是1979年的那个 landmark paper 在 Nature 发的时候就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当时是知道基因学说，一个基因编码一个蛋白，我们人有一个蛋白一亿的抗体就需要一亿个基因去编码，那这不对的。一个人如果把这个基因全变成那个，我们全基因组都不够编码蛋白质，所以必须有个很精妙的这个遗传的机器，这人呢长期进化有个机器来怎么样的产生这么不同抗体，这就是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机制是怎么来的，就是回答这么个问题。我花了20多年回国就研究这么一个问题，所以问题呢，这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产生抗体的东西呢，主要是在这个 spleen 胸腺骨髓淋巴结这个里面都有，好吧？然后我们就看看呢，这就是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就是抗体这个研究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我就不展开讲了，就都是跟这些免疫有关的，授予了那么多诺贝尔医学奖给研究免疫学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很 fundamental 的，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基础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选择哪一个物种来做？当时我从美国回来96年，我就看看呢，就选择了这个文昌鱼，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能够代表一个活化石，我们中国著名的很多，从那个最早的黑格，这个很早的200年前的黑格研究 modern biology 的人，到这个我们的中国的童地周童先生，是吧？都研究了它，它就是研究我们人这个脊椎动物，这个我们很多复杂的现象，包括神经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循环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怎么来的，所以我就选择了文昌鱼来研究这么一个简单的模式来研究它。但是我们这是童先生，这是当年这文昌鱼的生活周期就是在沙滩上生活，好在我们中国有这个，所以我当时呢96年回来就把这个系统，在免疫系统，我是在全世界第一个用文昌鱼研究免疫的人，所以我们就开拓了这个领域。所以这里我就 make long story short， 这就是立根穿进1979年的文章呢，他提出来这为什么能产生过亿的，就看这个就知道我们人呢有，他就用搭积木的方法，大家去了有个丹麦有一个游乐园叫 Legoland 的一个东西，拼积木一块一块的拼出来，就拼出各个花样。其实抗体就是这么来的，抗体呢就是人呢只要一段 V 一段 D 一段 J， 你用说做一个数学 V 呢有大概有20多个 D 呢有D 呢当然也有很多个V 有不同人里面有50几个 D 大概有13个，你看了 J 呢有几个，每一个抗体只要有一个 V 一个 D 一个 J， 它一组成这个排列组合就是过几十亿的可能性，用数学来一算就知道了。所以呢这个机理揭示的是很关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蜀中敏能够在发表那个文章79年8年以后就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然后我的工作呢就是要证明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形成的，在进化上。但是呢蜀中敏那个在那个 Nature 那篇文章呢提了一个理论，他说要么这是来自病毒，要么来自我们的很古老的基因跳跃子，叫转作子 transposer element。 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在免疫学 debate 有40年了，我们在2016年就把这个问题，这是 review， 我就不展开讲这个是怎么来的，怎么这个 genetic mechanism。 那你看它这个就红色的就是 common evolution origin of common enzymatic machinery a truly common system， 就是
就这个 insert 一个 element 就是一个片段，而其实这个片段到现在在我们人里面都有，我们人的很多遗传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element 不 stable， 把我们这个在产生精子和产生卵子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基因在排 meiosis 把那个不应该这个活跃子啊变得更过度活跃了，就产生很多比如说那个肺尘的贫血病，就是因为这个 element 跳到那个丙种球蛋白不正常的跳了，所以产生了高端的过度的表达了我们的抗体，所以产生了我们那个这个很多淋巴瘤啊很多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这么一个机制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叫 make long story， 我没不掌握什么数据，这是我们发在 cell 上的文章，题目就是 discover 那个切割这个酶，就是用剪刀和连线两节两个蛋白质叫 rag， 叫 rag1 和 rag2， 就这个代表 transporter 就是转座子，然后发现这个有活性的就揭示了这个 VDJ 重排的开始，这个题目就是编辑把它改的，所以你这个就已经发现了，就证明鼠足目同的睾丸在60-40年前的推测是理论是对的，他说徐安龙你这个证明就是证。然后呢在当时在 Cell 专门做了一个唯一的评述了我们这个文章，说 leading edge， 就是这是我们。然后我们接着的就在跟那个耶鲁大学免疫系的系主任 David Shields 又在 Nature 上发了，就把这个跟人的做比，为什么这个进化能够变得这么精准，能切得这么一个精准，你看我们的抗体，你看就是一个氨基酸的突变，你看我们新冠疫情稍微变一下我们要新的抗体，疫苗都不行了，你看了吧，老的疫苗打的就不行，你要打新的再要用抗原做起来再得打新的疫苗，因为抗体的很专一，就像我们的导弹的东风企业东风企业的制导弹的很精准的打击，所以呢我们就把在结构上揭示了为什么要演化到这人这么精准，所以这个我就不展开讲详细了。所以我在自己的这一篇的工作就是把这一段落我就发了这一系列的文章，然后呢等会我后面会讲一下我用这个思路，这个宏观这个免疫大免疫的思路来到底中医界里面你能不能解释你这个抗病，你抗病毒我就用抗病毒免疫来做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在那边的等会我后面再讲这个怎么来做这个抗病毒免疫的。好了，但是我做这个东西的现在在中医里面的做校长这么多年嘛，我们跟老先生谈，我们昨天还跟那陈院士在机场的车上聊了，现在我们对中医和西医能不能融合，对中医西医的现在有一帮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我们最近的我们民族自信大大增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边的极端的这个自信主义者的觉得这个不能结合，说这两个思想是有毛 fundamental 的不同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我自己对这个西方哲学专门是学习了一下，我就自己就看了一下，大家看这两句话，其实翻成中文这个是个古文，那边是个现代白话文，大家觉得是不是一样的，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象无形，有些东西你没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有些声音是有的用语言讲不出来的，或者大声最大的道理，你看呢维特根斯坦讲的凡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够说清楚的人类要保持沉默，你说不清楚就说明了什么，这是从柏拉图，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就是那个古典的经典哲学，到这里2000年他们才认识到我们老子认识的问题，是吧，本体论到经验主义到怀疑论到后面的这个一整的现代逻辑语言，最后才找到了哦，其实人类认识世界是有限的，其实我们祖先的有很多哲学思维的地方呢，其实大家有共同语言，只是我们描述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在中西医争论的里面不能用你的用那个描述的一种语言来讲我这个语言的不一样，其实这个语言的描述它是有限制的，但是怎么找到共同的语言呢，在人类进入21世纪那就是科学的语言是最客观的，所以我们只有在我们用客观的共一的语言去讲述我们的医学体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描述出我们精准的东西，这也是回到我当时推动中医到世界传播的，我去了哈佛医学院，当时哈佛医学院的院长叫 Jeffrey Flyer， 我就跟他讲中医的证，什么叫中医的证，这个证不是病症的证，是那个证明的证，他说 徐校长你能不能用一句英语把描述证是什么，但是他给我讲的是一言以蔽之的话放在现在，但是我就琢磨了很久，我就讲了一句话出来，因为症其实也病的也是症的，我说它是一个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to describing at the current status of a huma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 in human body， 就是在人的当下你的正常的生理或者不正常的病理情况下的所有指标的综合体现就是一个症，是吧，虚症实症寒湿症什么症，反正就是一个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哎，他说你这个我就听得懂了，他说你们中国人在我们哈佛医学院做了那么多报告没有让我们讲清楚，所以我就语言的描述是很关键的，我讲这个话
就是你不能，就是你不能用你的语言 convince 别人的话，你不能怪，就是别人听不懂，你说你不能，我这是我的国宝。要么呢，就是说我们两个讲的有沟通的壕沟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不科学。我们中医有比你们更先进的科学，我们中医你们听不懂，只是因为我比你更先进，不是因为你我们不好。所以经常有些老的顽固的保守派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呢，我就仔细的把西方的哲学史那本书我翻了遍了，我自己那个书我都做了很多标记，我才最后找到维特根斯坦这句话最能够把我们这句讲的我们是走到了共同点来。所以呢，这就我们有这么多中西会通，可以通过交叉在一起了，我们文化在一起了，这个哲学思想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整合、互补优势、动态平衡观、预防优先，还有人文关怀，这所有的这些都是中西融合能够做得更好的。你想呢，西方医学里面这一点，我在我去哈佛讲的时候，我还那时候要去跟牛津的院长，我也讲过，我说你们西方医学把医学和心理是分开的， you never combine 的，所以你看病是 mechanistic 的，你只机械的看一个人的 body， 你不看人的 how the emotion affect body， 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中国的医生中医就是在看病的同时，看你的病理的变化，也看你心灵的变化。所以我当时去哈佛的，又回到我的哈佛，在 Dana Farber 那个总医院的时候，我说你在总医院一定要建一个 mind body medicine 这个 program， 我说心身是合在一起，它能够帮助病人快速从肿瘤愈合的。所以的这个类似，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就说明我们中医的西医是应该有很多互相借鉴的。我这里详细不讲了，因为时间问题，我就讲一点，我就讲我自己来理解这个中西医，这个在这个里面的，我就用那个《伤寒论》里面的最经典的太阳病的方子，就是加减一点点，由外由表及里，由太阳病到表症到微分症，你看看它这个主要的核心里面怎么由表及里的演化，这是一个时空的演化的一个过程。说明了我们中医一直讲的，其实我们讲西方科学也是一个时空过程。说明他们有的，当时我去外面，别人又问我嘛，什么是生命？又考我对吧？西方的，因为我是传播中医嘛，这样。后来我跟你讲，什么叫生命？我说生命呢，就是物质、能量、信息有序的传递和传导，就是生命。其实就是你讲讲哈，传递就是从父亲、母亲传给儿子，传递一代传一代。传导就在同一代，在一个个体里面，从脑袋传的脚，从心脏传的肺，就传导，是吧？有序都是物质连接性。我们的治疗手段，为什么我们提倡先进的科学要整合呢？我们用中药，只是在物质上干预它的调控，把它再平衡，把它传递。我们用针灸，我们是在信息上或者在这个能量。我们用电疗，用各种方法是在能量上做的。包括我们用的说法，包括古代的猪油科用心理疗法，它是通过信息传递过去。是吧？这都是平衡你的在治疗干预疾病，所以不在乎你的方法学，你只要理解的中医，其实《黄帝内经》的本来的很本质的面目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说，我们看《伤寒论》，张仲景伟大就是他把这个病理过程给你时空观跟你讲的很清楚，他用药跟你描述是怎么干预它，他用这个药的方法只是想讲这个道理，讲这个病的演变的过程。其实你可以把这些方子完全替代，用别的东西做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讲中医里面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呢，我们就回到我也再讲了我自己免疫学，我就把我的免疫的东西又应用到这个里面看的，你就看了这个东西对状态治疗对因子这个我这个很多观点是得益我跟童小林院士的一个讨论，他的太保病治，所以我就把这个应用到看的，我们就病的人的病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关注点的对象的病的观点干预方式目标的感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够在动态中去整体看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就局部在一个点。其实人得一个病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体现，只是你那个症状只是那个地方是你的经济学的水桶效应，你那个脏器感知的最快或者是最低端的一代而已，但是你得那个病的原因不是只是来自于根本原因，可能不来自那个器官，你头痛不是因为头部出了问题，而是可能是其他问题出了问题造成头痛，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呢要这个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写的一篇文章，一个完全是理论上，这是一个我们九年制的西环班的学生，都是非常聪明的孩子，我跟把这理论讲了，他写的文章投的中医杂志基本上没怎么修改就跟我们发表了，并且还要我们新的关于写的东西，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就是你能把西医和中医在这个通过免疫的调节一个稳态的一个理论来理解做这个事情以后呢，然后你就开药的时候你要建立这个思维以后，你要研究病你不用背方子，你只要把大道理搞清楚，现在人工智能帮助你，你的方子可以替代，就做成这样的，是吧？所以我就讲的，那我们讲的自己在诊断的话，你讲了这么多道理，你自己做一些学理药理学
中医了，我们就讲一个病一个药。我就因为做了好几个文章了，我就讲一个胆粉。这个胆粉呢，就是胆固醇为主要的药效，是胃苦性寒，比如熊胆、蛇胆、牛黄等等，这都是胆的一些代谢物质。体内的根本物质就是这个胆，就是这个胆固醇这类物质，就是这几个胆酸、脱氧胆酸、怎么胆酸，你去看看，它就是在抗病毒里面这个。所以在新冠疫情有一个药是救命的药，其实很多医生开的好，叫去熊氧胆酸。这个药是在跟中药结合在一起，是个非常好的在去新冠的保命的一个药的配合的使用。它的问题就是在这抗病毒，它有fundamental的抗病毒问题。你看我们做了很多，不过这是那个胆固醇的受体，怎么样的跟这个转录因子跟那个这个 IL-4 就是抗病毒的一个因子怎么结合，把这个胆固醇结合起来，然后把它一直一转录产生抗病毒的这个干扰素出来。同样的，你看这个用那个我们没办法做新冠的那个，那是我们用那个甲流用各种病毒做，发现这个活性能，你看生存力，特别在那边的生存力，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其实在人得病的在新冠期间呢，你真的你不要过度的要不要那个不要吃这个不要那个，其实一个很大的程度上，一个胆固醇在整个很多方面，你看的瘦的人在抗击新冠的时候，生命的保存率是比较低的，你就自己就仔细看看，死亡率是很高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就是说这个胆固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没想到，这以为是一个代谢物质，没想到在这么一个fundamental的，我们就做了，我们就讲这一个哈，因为这个时间问题我不跟大家讲了，我们还做了一些，我们就画出了这么一个图，这个胆固醇怎么样的抗病毒，这个文章正在 review 的，一句你 revise 了，可能就可以是个很快接受了，就是我们把这个道理全把它讲清楚。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机理去讲一个模型肾炎，这是个让你看看你这个中医的，你这个系统生物学的观点，用的中医里面看看能不能做出来。我们也做了一个模型肾炎的新的机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把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用中医的虚症和浮症来把这个门诊用这个中药小分子干预，把这个找到了模型肾炎的更加精准的检验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图呢，把这个病理图都画出来了，怎么这个小分子怎么干预，这个分子来给呢怎么做的清清楚楚都记得很清楚。这篇文章呢，以后呢就在 Kidney Nation 登载以后，最近我们这个第一作者获得了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就全国际肾脏病大会的年轻科学家奖，这个是中国人第一次得的这个，在下个月到那个阿根廷去领奖。就是说它是改变了关于模型肾病的一个心理想，就是我们站在我们的思路，用创新的思路去研究很多疾病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得到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是 review 对我们的 novel very informative， 这两个就是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这怎么评价的，这两个著名的这个肾脏病专家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再看看呢别的人呢，就是你说你徐校长讲的这个，你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工作，是不是支撑你这个中医里面有没有个观点支撑你中医的经典理论。我就自己又做了一些文献调研，你看看哈，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叫肺与大肠相表里，大家知道这个是肺和大肠怎么这类的。好了，你就看看这一篇文章，这是发在 JEM 上面的2014年的，他讲的呢，他没讲肺与大肠相表里，他只是提出了 long gut access， 他不知道，他不懂中医，但是他的道理是这样的，你就把那个在肺部里流感病的感染肺部，你就大肠这里看到拉肚子，就复为表里。所以中医治病呢，有时候你肺部的热你要通常排泄法，这是表里嘛，是吧？然后这怎么传递了？你看看没有，这里有很多文章 publish 的，这是在 Nature Medicine 的，是2017年的，这是一个 review 的文章，专门把这个 teasing apart the link between the gut microbiome， 就是刚才我们刘院士讲的这个肠道菌群和 the lung disease 和肺部的疾病。然后你看那里这个炎症怎么 originate， 怎么漂移，这个细胞怎么把这两个器官怎么连在一起，这不把我们中医的就支撑了我们中医经典的理论嘛，就解读我们的道理嘛。同样的道理，你看怎么 inference， 然后你通过调节肠道的菌群来改变肺部的问题，一样的，这也是个问题。这是发在 Nature Immunology 的2019年的文章，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你这是他们的解释，那我们把它变成中医的里面，就是在右边的那就讲得清楚。其实他不懂中医，我们把它重新 reinterpreted data。最近我一个学生就是刚才写了个中文的文章，我把新冠疫情所有发表的文章的数据全部把它合在一起分析了，我们用中医的理论去做了一个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崭新的系统的思维，真的，我们就说，我当时这个题目就是需要 redefine the immunity human body， 我们要重新界定我们免疫怎么界定，不要总是用跟着西方人讲的，把我们的免疫分成适应性免疫、
获得天然免疫，然后我们的免疫有什么细胞因子什么的，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一个 holistic， 要系统的看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了，但那个文章呢，现在我们还没投稿，投出来大家我看，跟以后再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呢作为学者呢，我就看了一个东西。然后最后一点时间呢，我就讲我作为校长推动中医整个事业，因为我们张安德老先生呢，这个奖叫中医药国际贡献奖，我为国际贡献了什么？所以我就想呢，刚才其实讲的除了学术上的，我就讲我们北京中医药，我当校长以来呢，我们做的一个贡献就是跟这位先生，我们在美国做了一件美国中国人大陆没有做成的事的，在美国注册了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 NGO 组织，叫做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中医中心。美国想在中国建中国建美国中心，中国想在美国建中国中心都没有给你做，因为这是不喜欢对方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做成，就是我去跟基辛格2014年五月七号跟他对话，我用跟他讲了本来是30分钟的对话变成3个小时的对话，我就说服他了。我说你能不能帮助我在中国注册我们 NGO， 我们北中医的非盈利的一个中医中心，我们就做成了这件事。第二年就做成了，做成了以后呢，他就是当时跟我讲了3句话，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其实我们最近中美关系到今天这样的，他就那个时候就预测到了，他 deep state 的美国一个深层次的 politician 已经对中国很反感，他就把这三句话讲给中国的领导人听，就说在中国之间和中美之间谈经济的时候 we are competitor， 当我 talk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military we are the enemy， 他那个就讲 we are the enemy， 就我们就是敌人。当我们 talk about the life and the medicine， talk about 生命和医学 we are the friend， 他中美之间多谈最后一个少谈这个，所以你这个中医中心是给我们的中美之间逮了一剂良药，他说我一定支持你，他 I call any relative for you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他说我帮你切割任何一个红带，如果你注册这个东西注册不下来。后来我们真的，他就请他的秘书写了邮件以后，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华盛顿的首都附近的威斯康，在那个 NH 马里兰注册，然后我们大使馆，我们驻美大使，中国驻美国大使开车到我的中医中心只要30分钟，就沿着威斯康斯 Avenue 一直开到Rockville Park 那里，就 Rockville 那个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你中医你再跟他讲清楚中国人的价值在哪里，是人类共有的价值，美国人他也不会拦你的。新冠疫情3年，我们的中医中心开门不仅没打药，我关了孔子学院全部纷纷关闭，我这个中医中心不仅不关闭，而且还每年给我拨款，美国的财政部拨款支持我们的中医，他说你 just keep it open， 就是你再把这 open 让美国的 public 美国的老百姓能够看到中医就可以了，你北京中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是我们在美国做的，我们在澳大利亚10年前做的，这是习主席见证的。2014年11月17号，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总书记见证了我们在澳大利亚建立了唯一的在一个大学里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西方大学，里面提供 both degree， 就我们帮他一起建起来。然后我们就用这么漂亮的楼，维克多利亚女皇时代，维克多利亚女皇时代的楼，整个的楼建给做中医中心，这也是西方拿了这么多，拿了很多钱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又在俄罗斯从来没想到过要给我们中医合法，我们中医在俄罗斯都是在唐人街做的，我们是唯一的得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给的合法的证的，这是我们的医院证的，我们的医生和呢，全中学中医的人只有北京中医大学的5年制以上的人可以凭着北中医的中文的学位可以到俄罗斯申请注册这个针灸师中医师，我们唯一的我谈下来的就是这个。我去了5次俄罗斯，从最基层的这个管那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的卫生局长，到国家杜马副主席管医疗卫生的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理，我每次都跟他们谈，最后我是用英文用了3个小时 convince 他，你就给我 try a base， 给我就4年在圣彼得堡。这个我们中医中心非常漂亮的一个楼，在康斯坦丁宫那个对面。然后呢，这是刘延东副总理，是吧？这是俄罗斯医疗委员会主席，这个人是西医的大夫，亲自跟我们也检查。为什么这个老先生为了要试我中医，他说在你开检之前就做一个 try base， 你们预做。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我就治他的儿科最难的病脑瘫。我说我们用针灸，我们没药不能，他不给我们用嘛，用针灸。我派了我们最好的针灸师，那就是我们的王昌元教授，去给他解决了。这个病人纷纷给他打电话谢谢，说针灸能解决我们脑瘫的病人。有俄罗斯的女人怀孕容易喜欢喝酒，所以造成生来的婴儿这个脑瘫需要很多，有的脑瘫的严重的要4个成年人陪护一个孩子，有的要2个，有的要1个，我们把它减少了4个变成2个，2个变成1个，有的1个的话变成不要，所以家长就觉得这个 social burden 大大的降低。所以他从莫斯科飞来到圣彼得堡跟我们讲，邀请我到全国医疗委员会讲课，
给我们的那个中医中心的王畅阳教授予国家杜马勋章。我觉得这就是中医，就是在这里。还是讲德国的更是，我们的德国的中医院可以这么说吧，在中国的大学，在海外办的医院成功的，1991年柏林墙倒塌，我们开始办起。那个时候，我这个功劳是归于我们当时的廖家珍中西结合的大家，廖家珍廖老，当时东直门的副院长亲自飞到德国就开办这个医院，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要这个医院到今天为止，医院住院要排队6个月，才能住得了我这个医院。但是我们病床很少，88张病床。不多，从当时这个医院是一个非法的，因为它没有医疗。现在我们这的官员在这里哈，这个怎么让这个中医在西方落地？你看人家是怎么多么开放。最后这个是个德国人叫斯道丁格尔，他是因为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就是西单百货旁边的第一个中国北京发的那个外资执照，就是给了这个德国人。然后他是被检测啊。就心力衰竭，所以他的处理这个资产，所以说你还9个月活，他就说处理资产的认识我们北中医的教授，他说你这个时候在北京的这1个月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吧，你就试试中医吧，就这样的。后来那个91现在的时候，那有没有这个微信呢？有没有视频？回到德国以后啊，又跟他通过长途电话跟他改方子寄药过去，所以他呢几年以后他见了他的那个德国的医生呢，说的你怎么还没死？他说我是被中医救的，他更讲的这是 bullshit， 他说的扯淡，是吧？怎么可能的中医能救你的命呢？这个老头子生气了以后，他说我一定要把中医带到德国来。他就是这样的，逼着那个巴伐利亚省的那个州长、卫生厅厅长，说你一定要跟我开中医。讲了很多次，最后一年呢，就是东德合并的东德西德这个融合在一起以后，他们的竞争 politics 竞争很厉害。他说你再不给我开这个中医院，我就给你们不捐款了，要竞选。后来那个州长说，你叫那个卫生局长，你帮他想想办法，给他开个中医院吧。就把这个医院是个西医院把它买下来，他说你这样，你把它买下来，把所有的西医把它置换走，留个西医的院长，然后你把北京中医大学教授请来，让他们开处方，最后在那个院长在州的处方里处了一个，我们就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你就做就是。然后呢，为了使这个北中医的医生呢能够合法的行医，就把它挂在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当访问学者拿工资，就这么开干的。所以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么开干的。但是做进了3个月以后疗效说的话，就是 clinic effect speak for itself。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现在成为我们德国，我去了以后听到这个故事很生动，我就促使他成了中德中医中心，现在成了一个标杆，中医走向世界的标杆。这个人的儿子获得了去年的友谊奖，中国的就是推动世界。所以这就是我自己在各地去宣讲中医的，到江苏高平时我就说跟这个人讲，这个是建立协和医学院的，100年前2017年，我就说100年前他把西医带到中国，我说10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把中医带到美国去，但是在那里。所以大概我就是今天讲到这里，我感谢我学术上感谢我这些同仁合作者，然后呢我今天再次感谢这个评委会给我这个奖，也感谢这个张安德先生及其家人这个设立这个奖学金，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听我的报告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北中医新校园，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徐教授的精彩分享，我看到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的，相信大家都受益颇多。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我们大概是16:50之后呢会进行与得奖学员的一个问答环节，请各位准时就座。大会呢准备了一些咖啡和茶招待大家，欢迎各位享用。期间呢，大会还可以在会场上面观看得奖学员的介绍展板，以及香港中医医院的模型以及介绍。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等会儿再见。
各位就坐。好，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两位得奖学人已经在台上就绪，以及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李爱平教授和贾伟教授。好，没错的，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就是与得奖学的对话环节了。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审委员会主席陈凯先院士提出第一个问题。那个我们两位这个得奖人，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刚才这个听了两位的报告啊，我觉得受到很多的启发，这获益很多，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报告非常好，这个有很多非常独特的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思路，我觉得对我这个获益很多。我想这个借今天这个机会啊，还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药发展到现在，我想它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个在同步推进，对吧？你们觉得从你们的经历，从你们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一步要发展，这个你们有什么总的看法？就希望这个感觉到主要要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那我想听听你们的一个总体的看法。第二就是我觉得在你们在研究工作中间，都用了很多现代的科技的概念技术，是吧？那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学界有一部分这个专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觉得如果说用了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方法，是不是跟我们继承这个中医药的这个传统，这个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一致不一致，有没有矛盾，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有的担忧就是说，如果用了现代的技术以后，就会造成中医药的它的理论体系被替代或者被淡化，你们怎么看？我想问这样两个问题，谢谢。谁都可以，谁哪一位谁先？好，刘老师。首先非常感谢陈院士啊，我们的这个主席啊，也是我们台湾的学术，我们真正的年轻的学术前辈啊，这两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呢，关于现代科技，尤其是现在前沿科技的交叉融合创新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我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我刚刚来香港浸会大学工作2000年第一次见记者的一个问题开始。我当时来浸会大学任职的时候，有3个月时间没出门，当时的谢志伟博士是校长，这个叫我见记者我不肯。后来过了3个月，我在学香港的法律法规，我说怎么应对香港的媒体。3个月之后才见记者，谢志伟博士跟我一起见的。其中这个媒体问了个啥问题呢？跟今天有关呢，就那个这个问题。当时正是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做得如火如荼，记者问你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都搞明白了，你这个中医什么都讲不清楚，中医还有用头有用场吗？那记者这个问题啊，使我几十年都一直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呢就是说问记者，我说记者朋友，您感觉到中医对中医学在世界的关注度是50年前关注的高还是今天关注的高？这个记者说当然是今天关注的高。好了，今天的科技是更发达还是50年前更发达？他记者说当然是今天的科技更发达。我说您已经给了答案，随着现代科技越发达，对中医药的关注、中医药的价值越彰显。
结果有些人在这里还是没太懂。我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我的理解就是说，好比说现在把基因搞清楚，我就说基因就相当于我们香港这座城市的房子吧。我说如果把香港的多少座房子能够守出来寄售，不难吧？不难。我说房子跟房子，房屋之间，楼宇跟楼宇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影响那个，这个影响那个，难不难？更难。我说这个就这样子，基因和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分子跟分子的相互作用和交互对话更难。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搞清楚了不等于人类的疾病搞清楚了。我说你放心，中医药大有用场。当时陈生把记者这个回答上基本上没人纠缠了。所以随着今天的现代科技与发达，我们加速这个中医药现代科技的融合创新，使中医药它的防病治病的原理会更加会彰显，它的价值会更加会放大。但是我们所以一定要用现代科技把中医药的防病治病的原理讲清楚道明白。所以总书记习近平主席都只是要求我们要用现代科技解读中医药的原理。所以我这一点我是坚信，这个一定是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过程里面中医药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这个刚刚提到就是关于怎么对中医药的看的问题。首先我自己是中医临床医生，我照样把病把脉看病，几十年从不间断，直到现在都在广州大学城看病。我们在座的还有推荐香港现在香港的病人到广州去找我的都有。所以为什么会明明还没有讲清楚它的原理，但是能够防病治病，它就是按中医的传统的理论体系，它是有用的。拿现代的科技去把中医的这个防病治病的原理讲明白，更加有利于中医药的传统的理论体系能够弘扬和发展。另外一点，中医药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学术体系，中医药从古至今都是开放的学术体系。比如讲《黄帝内经》来讲，《黄帝内经》这本书里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当时的一个知识的点滴经验的一个汇总，是一个多学科结合的一本书。包括《黄帝内经》里面的，首先是用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去作为一个说理的工具，才有我们有阴阳五行等等，还有在里面很多是兽学的、天文的、地理的，等为一句话，多学科结合集成的书。所以中医药的发展就是随着同时代的科学技术结合而发展的。还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现在中医讲症候治病，我们什么叫症候？像我们徐校长一个很好的英文的一个解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疾病分类学。西医你有基因的变异、基因的突变可以进行疾病分类，我中医根据不同的个体、不同的基因突变和一种内用跟外用相互的作用，在同一种疾病形成不同的临床的症候。比如说我们很多都经历过咳嗽，对中医来讲首先要分寒咳、热咳，热者寒治，寒者热治，用错了效果就不好，用对了效果就好。我们中医药学院清慧中医药学院的前秘书这个罗斯林陈罗林女士，那么当年有一次在大三伏天，这个三伏天的话咳嗽咳了一个多月，你来找我。然后呢，我当时呢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不看一下中医啊？他说我看了中医啊，效果也不行啊。我说能不能够你就我给你看看吧。后来就一看以前的中医的辨证，他是单三伏天的寒咳呀，但是那个药就是用的寒药啊，不敢用热药啊。大三伏天我第一个药物就是跟他用的芝麻黄，热的。他当时就说老高手怎么这么一个，我说中医讲的寒者热治，热者寒治，你不要担心是三伏天。后来真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举这个简单这个例子啊，都是实实在经历过的例子。中医的理论我们有传统的
辩证论治的方法加上现代的科技，把我们能够成现代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打造，要打通，成现代的现象到数据到事实到规律的科学通道。我们现在的政府辩证，我们现在的万物问切，很多还是基于在现象的层面，现象后面一定有它的科学的原理，那就是本质，这是哲学赋予我们的逻辑。所以中医药只要是有效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定是里面有科学的数据有规律。所以我说要我们把中医药要把成现象，我们要打通这个科学的通道。然后我们不单是我们传统的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不会丢，还是我们的传统的中医药的学术体系能够在现代科技的背景下条件下不断的可以全程创新发展，可以以后进入到我们世界医学体系里面的大科学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谢谢。行，这个刘老师侃侃而谈，我们再听听石校长了。那个谢谢这个陈院士这个精彩的问题。其实我再揭秘一下，陈院士是我能当北中医校长的推荐人。哎呀，感谢他11年前推荐我到北中医去公选，我才有这个机会当上北中医的校长。今天又给我了一个提问，我这样，我把我这十一年的理解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您这三句话，中医国际化、科学化、标准化，我就讲讲好中医的故事，怎么讲？当然，我没跟普通老百姓讲，不能是给我，我就说第一个。是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就是大众 layman term， 用那个老百姓普通语言来讲好中医的东西。你不能把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那些话来跟老百姓的讲，跟世界去讲，讲不通的。因为别人我们的国人都听不懂，别人是外国人听不懂。第二个用疗效来讲，你没有疗效，你讲什么都没用，是吧？你不能说我是国宝，你就要相信我，没这个道理。你中国人可以相信你的国宝，但是我西方人不可以相信。第三个要用科学道理讲，所以说你就是疗效，因为现在社会进入了21世纪。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逻辑源，这个形式逻辑已经变成了西方的，全部是西方的。自从鸦片战争，就是我们进入了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基本是西方的。我们没有知乎者也的教育了，我们没有这个我们祖先那种讲于那种经典的那种这个哲学思想的思维了。我们的中国人全然是长的面孔跟西方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跟西方的那种科学思维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拿不出科学道理。别说外国人不相信，我们自己的老百姓都不相信中医，所以我们要用这三个来讲好中医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这是我讲的，这是走进国际化，但是它不简简单是要讲好中医的问题本身，同时它是客观也需要这样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个东西，因为从2000年的《黄帝内经》到今天，这时候是中文字，你说你认识他可能都不你他认识你可能都不认识他，都是同样的中文字，放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个字这一行话的意思是什么？我就问过别人，黄帝内经讲的合于阴阳，法于术数，怎么理解？落实到具体医学操作上，你告诉我，你别讲这个大道理，什么阴阳是什么，学术什么，都是用语言讲语言，用概念讲概念，那没用的。你把它变成可操作性的实验方法，每天每个人张三叫李四，李四叫王二，都能学得会的标准化的东西给我来，每一个人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形成一个标准的可重复的传播广泛传播的方法。为什么西医能够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标准化，它一个人一个口罩伍连德就能防止传染病，1910年在哈尔滨的人马上就解决了这个传染病的问题，所以这西医在中国马上就给中医占了上风。都是然后呢，你讲阿司匹林镇痛，你把了一个片子成年人几片就讲得很简单的，我们还有后来还有一些个性化，但大多数这个剂量它是讲得清楚的，它能够大规模化。我们中医如果都是个性化的情况下呢，那就是很难变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的业态也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标准来客观的评价它，使我们才能够走向的，就是不仅是走向世界，就是走入我们的老百姓。告诉各位，总书记重视中医，从18大以来到今天，我们中国人第一次看病已经用脚投票了。2013年，我们中国人第一次看病啊，就是你第一次得病，你选择中医选择西医，18.2%，去年17.8%，是在降低了。但中医跟自己比，我们当时我们东直门医院的，我们西院这个每年看病的门诊量都很高了，每年都跟自己比，龙华医院的都上升了。但是西医上升的比你更快，就在中国的医疗卫生的大蛋糕里面，你的份额是越来越小，因为老百姓用脚投票了，他第一次选择的还是西医，只有大。
西医看不好，或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找你中医，为什么？你没给他把讲这个道理讲清楚。因为这个这一代人的科学的背景就是西医那种背景，他就是会选择西医。所以我们的迫切需要的任务，一要拿出铁的证据，我反复跟中医的，包括这次新冠疫情，来讲出中医药的道理，让我们的国人相信。第二个，要用中医人自己还得有身体力行的去宣讲中医，讲出中医的大道理，不要用那种好像你听不懂我不要紧，这是你们不懂的我的国宝，这种东西都是对自己学科的不负责任，是吧？要拿着，我觉得建议中医专家多写点科普的书，不要写的你自己听得懂，你的同行听得懂，要写的每个老百姓只要认识中文字就能看得懂中医的那个语言。因为什么？在古代中医没有说是都是每个老百姓在自己家里，老人家在床前房前我屋前门屋后都能抓一些草啊，抓一些煮一点粥啊，煲点汤啊，都能给一些小的病都能调，唯一的只有大的病呢再到庙里，在那个时候才去住院。那么中国人不照样繁衍这么多年吗？是吧？只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传播有个强大的西医在你旁边，你再不能用那个方法来做的，所以你还得要把它这个业态要拿出一个客观的规模化的一个业态来传播中医知识。当然其实我回答这个问题就也将回答了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科学化的里面就怕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有可能带偏，是吧？你这样的话，我认为的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对古人的理解，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代一代，就像大家都做过游戏叫击鼓传花，所以呢，你这样不要传十个人了，你传三个人对一个东西描述你都不知道，我跟你描述这个圆筒，到了第三个人的描述都描述错了。所以我们中医的经典古籍经过这么多代2000多年传到今天，对中医经典的注释，你说你深知原汁原味的是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那个作者那个意思吗？我觉得大家肯定没有。所以要回到中这个本质的真理的本质，一定要拿客观的东西来说，不是说我家学派是中医，我们北中医个有个各家学社的任应秋任老，是吧？各家学者很好，他把各家的讲清楚，但是各家学者有时候也不好，阻碍了中医的这个形成一个重学。为什么？就是说各讲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让那个南国先生呢，很容易在这里活得很潇洒，庸医很容易活得像，因为他要治不好病，他说我这个派，我这个门派你们听不懂，是不是？事实上，他就把经典的很多东西，他就用他的一孔之见去乱说中医。真的就是乱说，所以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中医呢，就是很难在老百姓形成公信力。我觉得这是科学就带给来了我们的客观的公信力，所以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在更多的人在这个上相信。所以科学不是简单的唯科学而科学，唯科学本身就是要来让我们中医成了一个真正的值得信任的。还有一个我们对科学的知识的认识，我们祖先对生命的认识，所以他那个时代没有那个科学东西，他只能用一个笼统的一个中国的古代的词来描述，但是他用我们用科学的时候用不同的语言，还是回到刚才维特根斯坦讲的话，科学的方法只是一种语言的描述而已，蛋白质组学是一种描述方法，基因组学是一种描述方法，代糖组学也是一种描述方法，他只是把这种各种各样的描述方法综合起来，才可能回到我们古人那个综合的方法的一个整体。所以科学是永远穷尽的接近真理，而不是说我们一定到达的真理，我们永远对生命的理解我们到不到那一站。我们真的，我是觉得这个生命的奥秘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科学是无止境的，可以无限接近，无限接近。对，我跟爱萍看着，我们俩看着在笑。这两位学者学问做得好，但是讲起话来也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哈。我顺着凯贤老师问的第二个问题再延伸一下啊，你们二位呢？我想了想，都是做中西结合的这个大家吧，但是还是有点差异的。一位是中学西，一位是西学中。那么我们很多年前我们在做中西医的这块融合的时候的讲这个系统生物学啊，这里呢我们也在说这个中学西好像是要 top down， 就是先有系统的全面的再细化。那么像徐教授他是免疫学家，他在这个分子机上搞得非常清楚。然后这个在细胞层面，这个细胞再到组织层面，再往上，在器官层面，那我们叫 bottom up， 就是这两种这种两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或者中西医一起协作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你们二位在做的时候，是主要是先宏观再微观，还是先微观再宏观？你们更加倾向于哪一种？不是我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是基于你的
不能一概的用哪个方法一定是哪个好， top down 的和 bottom up 都有它的优势。我觉得是基于这个客观的哪个问题是需要你 top down 还需要你 bottom up 不一样。但是因为我的学科的这个基础，我是一个从学西医很做细节的免疫系统的应答的，所以我从 bottom up 对我来说做的顺手一点，我可能就从 bottom up 做起来。但是我也知道我的不足，说北中医这十一年，我特别感谢北中医，我们接触下游在这里，中正在这里，我的北中医的老师教了我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知识，包括古代的这个哲学思维，诸子百家，我这个在北中医这十一年读的书，我是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也知道从 top down 的很多想法，这就为什么我刚才提那篇文章还没发表的，我就用 top down 的问题来分析现在的主学的这个数据，所以呢，我也看到了呢这个美丽之所在，这就给你提供了更多的捷径。他们就讲的，我这个讲一个扯得远一点了，人工智能下一步的挑战在哪里？他们问我哈，我瞎说，我肯定我 code totally wrong。我人工智能做着以后，都做不到人的那个比较感觉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个哲学思想，可能会帮助人工智能突破一个东西，就是玄学。虽然玄学大家听上去好像是很玄，但是为什么他就是讲都讲不清楚？在就是数学里面精准数学以后，到了后来就是模糊数学以后，就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样。玄学就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的东西，其实到了一定的，你把它 dissect 的很细微的以后，你只要把它 converge 的到了 emergency 啊，简单的分子到了复杂的时候，它就很难驾驭了。那个时候，那校长在这里是物理学家哈，这个理论我都班门弄斧，我就觉得就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对生命的，因为生命本质就很复杂，所以呢 bottom up top down 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完全基于理论的诉求需要的。所以我讲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你就是你的这个理论的驱使到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做？我这是我的回答。好，刘教授，简单一点。简单。我简单的话呢，还是首先讲呢，我实际上是先学西医的。我是做过赤脚医生，学过读过中医的卫校，结果才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的话，我都不知道有一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结果被录取了，然后就读本科了。所以我中医当然中医是本科，是科班的，后来到德国那又是西医的，现在又是中西结合的。实际上的话，从这个整个过程知识结构是一个 mixture。 我再讲一个故事，就证明现在的状况是什么。这都是我经历过。我在香港湾仔，应该是2006-2007年有一次学术会议，那次学术会议的话是英文的学术会议，讲中医药研究的，我是用的英文的去讲的这个学术报告，结果中间有一个提问的出来了，他说：“刘教授，我今天问一个问题，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学术会议，那两次学术会议你全是讲中医的那些理论，全是指中医的临床。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到底是学什么的？你今天一句话都不讲，这个中医的理论临床。”我说：“教授，您特别喜欢提问的，那两次提问我还能记得，您讲的的确是，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讲现在研究的。我说我希望我的脑子有两半脑，我说我的脑子 left 这个 half right half， 我并不是说左脑右脑，我希望我一半是 molecular half， 另外一半是 traditional half。”我那一次是拿出来我全地球的 half， 今天是拿出来 molecular 的 half。 我这个看病到现在为止还是拿全地球的 half， 所以照样还是把脉理论指导。现在的研究是一个进程，还不能够完全知道我们处方应药，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所以我们中西医结合，现代的研究对中医药，我们要有定力，我们要有毅力，要有恒心，不能一蹴而就。这科学研究中西医的合作，甚至中西医的结合，几乎是个过程，是个过程。所以我们特别是科学家一定要看准这一些，才能够鼓励我们的中青年能够坚韧不拔的砥砺前行，走这条路。所以您讲的这个啊，的确是我自己目前，你说是这个承上至下还是承下至上，我现在还主要是因为我主要是做成中医临床，可能我首先要成整体有效，我站在 top down， 我站在解析它的原理，在这方面我就做的比较多一点，实际上还是非常皮毛的。谢谢。这个我要再不想话筒，我估计我没机会说话了。得奖人这么厉害，连我那一个主持人都这么厉害，我不敢问了，我问下面的人，下面有问题的吗？
OK， 中正。机会难得，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在台上的呢，一个是我的院长，一个是我的校长啊，我想呢就问一个问题，说机会难得，请两位领导哈，对我们来到了浸会大学，来到了香港，对未来香港的中医药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待？好吧？你这问题太大了，太大了。这个对，没关系。好，我现在可以，因为我是香港永久居民。因为我2000年刚刚到香港的时候，我是香港属于内地优秀人才计划过来的，简称为优才计划。所以我7年之后，我就是拿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证，所以我现在是香港的有投票权的一份子。所以我首先讲这里不是我要表达的，我表达的就是什么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我们香港的优势有很多呀，我们国际化，我们这个国际化的程度很高，我们咨询科技发达，还有我们学术思想活跃，然后我们的技术的交叉很多，我们能够把这些很好的去利用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背靠祖国呀，我们香港能够更多的，我们跟我们的祖国很好的能够最紧密最紧密的合作起来。我们利用在内地做研究中医药来讲的话，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现在的临床研究的病例来源资源多呀。我在这个刚刚回到广州只有几个月，也是广东电视台的记者对着我问的，他说刘教授你会什么，回到了一个医院工作，因为我主要在广东省中医院。他说你做学术研究有很多是基础研究，你在澳门为什么回到了医院。我说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对，我觉得这刚好是澳门所缺乏的病例资源，在内地非常多。我说这就是内地的广东省中医院的医疗资源是做研究不可或缺的，刚好利用我在澳门或者其他香港，我们有很好的基础研究的技术的资源、科技的资源、资讯的发达的资源，这样就是优势互补了。这也是我这个为什么我先一个感谢这么说的，也希望今后的我们在横琴的中医药的大平台，我们能够香港的我们的学者、香港方方面面去支持和参与，我们能够做到共建、共享和共赢。谢谢。这个刘院士他在香港比我了解多，我这在香港加在一起待的时间还不超过一个月，估计啊，这个经常到美国留学，也是有时坐飞机经过香港停下就走。但是呢，我对香港很关注，因为在广州生活了很多年，我觉得香港的独特性大家可能还没发挥够。我觉得这个即使现在大家觉得香港跟其他世界各地一样，都处在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百年，总书记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我香港在中医里面是大有可为。我觉得为什么呢？香港的包容，对世界文化的包容，香港对世界文化的多元的欣赏鉴赏能力，香港的法律，香港的金融支撑体系，这都是香港能够，这个是中医成大的时候一个所需要的一个大环境。至于人才，大陆相真的有的是人才，这个人不是人是一个因素，但是这个 mechanistic 的 platform 这个机制很好的平台，这是香港能够做出来的。我今天跟吕校长、吕爱平校长我们悄悄地沟通了一下，我是希望香港人敢于为天下先，广东人呢，这个敢于为天下先的精神拿出来，走出一条中国人的自己的新医学的道路，从香港走出来。我认为你想啊，香港西方的医药在中国大陆每个月批准的不能用，还得在中国做实验，你香港马上就可以用，西医跟中医结合就马上就香港就随时可以结合，是吧？欧洲的、日本的批的药也可以在这里用，没有限制。大陆的老民老中医的方子也可以在香港用，是吧？美国人、西方人用不了，所以说你这里是有天然的舞台，两个医学体系都可以用。我见哈佛医学院长的杰弗里·弗兰就说，中国是唯一拥有完整的两个医学体系的国家，你们应该是给世界提供更好的医疗，给我们一个 model。但事实上我们两个体系是在天天打架，并没形成一个 synergistic effect， 而是经常是这个甚至有时候是 counter effect， 是互相抵消的 effect， 甚至就是这样的造成的人。我觉得香港拿出当年的崛起的那时候的包容的胸怀出来，
搭一个大舞台，做一番事业。如果香港做这一天的话，我个人会想考虑的，为香港做一点贡献，好吧？我退休以后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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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天非常重要的，因为香港有张恩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第二两条，第二，因为我们浸大的校长魏校长特别支持中医药发展，再加上我们正在刚才是按徐校长说的，我们想办法在推动我们叫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 Hong Kong model，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优点很重要。接着问问题，海涛。那个每次听那个刘校长报告，我都是深有感触，学到很多。因为校长在奥克大当校长期间，我就荣幸当兼职教授，就一直是跟大团队学习。完那个许校长今天的讲的，尤其最后一部分，一个西医人从中山去，能够把这个中医药这个国际化能做得这么好，能让德国人、要澳大利亚人能够去接受我们的中医。前面几位前面问的都是一些顶天的问题，从陈先生开始，我想问一个比较落地的，因为本身那个才刚刘院士讲，这个生命阻绝是整个应该人类的第四次革命，尤其在面临复杂这个疾病生理和病理这个过程，尤其解决我们中医药这样一个复杂这样一个医疗体系。那我想问两位老师，才那个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生命阻绝的出现，我本身是做代谢阻绝，也是这个一份子。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生命的病理和生理过程看成一个分子森林的话，那生命阻绝的诞生，四大阻绝是吧？三个大分子，一个小分子，再加上现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我的科技组也介入这一块，那就相当于把这个森林画得越来越全。完，加上我们吕校长和我们贾院长，又表型组把表型组纳入到中药这个体系，实际上这个森林画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那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维度上，它还是一个表型，把我们这个疾病包括药物做过程描述的更清晰。但实际上，我们回到真实的疾病的治疗与诊断的话，加药物的开发，实际上我们要走到功能和机制。那从组学发现这个维度上，我们把这个分子森林这个维度提高的很高很高。但是我们要知道落地应用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具体的这个树，是吧？有功能的树，那怎么去用的是这个树？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现在从现代这个生命科学角度来说，我们感觉现在四大阻绝的整合问题加人工智能的结合问题，现在是一个巨大挑战。如何让四个 level 的 molecule 去讲一个故事？那从两位先生这个角度，从中医药人的这个思维逻辑和认知，如何对四大阻绝这个数据进行降维，能够更好的应用于这个临床，去完成临床尚未满足需求的这些科学问题？好，就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医呢，的确是你刚刚说的。我们首先讲中医啊，它的特点啊，它有四观，它有总体观、辩证观、动态观和平衡观。这是中医治病不同于现在治病的四大的这个它的这个理论思，它这个医学思想，这个掌握起来的话，研究起来非常复杂。还有中医还有十二个字，对整个胃健康的维护链，胃病先防，疾病防变，拆后防扶，这个最典型的从防诊治防护法。所以这我为什么从这里讲，中医药是一个极复杂的科学体系，比西医还复杂多了。我刚才讲的这些理论的东西，好了，这个复杂科学体系它有三个更加需要，更加需要集成应用多学科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去进行融合创新研究，与之相适应，更加需要多学科结合的人才队伍，还有更加需要国际合作，让国际社会、国际学者深刻的领悟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它的博大精深。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呀，别人怎么能够理解？好了，太远了，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中医药我们现在是解析中医药复杂科学原理的时代了，因为我们技术不同了。你刚刚提到走生命阻绝的技术特别适合去解析和表征中医药的复杂科学体系，还不够，因为你现在乱七八糟的蛋白阻绝、基因阻绝、代谢阻绝、糖阻绝，最后到了一个疾病身上，甚至一个药物治疗上面，互相之间的脱节，找不到规律，跟人体的症候治疗的这个表型
就拖得更加远。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中医药需要大科学的装置，在大科学装置里面特别离不开三大核心技术的整合。第一是刚刚讲的各种生命组学技术，第二是小分子的多元质谱技术，大家搞化学的知道，多元质谱的技术把原来我们所不能够展示出来的小分子恒量的能够展示出来，这两个还是乱七八糟都不行。那么我们最后需要一个什么技术？就你刚刚提到人工智能不可或缺，必须有三大核心技术的整合和集成，才能够去研究和展示这种生命科学的中医药的防诊治防复发的原理。所以这个我们任重而道远，你没有这些东西做不了，以前没有，现在我们有了。人家说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吗？我们做人工智能的分析有三大核心的要素。第一是要我们要有数据，你没有数据你做啥？我跟一个院士两个建议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今年的数理学部有一个专门是研究大语言的模型，去研究风湿病，是重点项目，现在已经正在做了。因为基于到要有数据啊，我们中医要很多。第二个要有算力，这我不解释了，也更多。第三个我们有算法，算法的中国人呢、脑子特聪明，算法的建模我们不会落后。我们现在缺的更多的在算力方面，所以现在在努力啊。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解析中医药的复杂生命科学的原理，已经把中医药的这个治方面这边的原理用于到现在我们重大慢病的治疗，我们将会提供中国方案，也是我们希望中医药能够为世界人类的健康能够做点贡献，或者更大的贡献。谢谢。刚才这个刘院士讲得很好啊，我这个在他的基础上我再补充几点哈。第一个就回答你这个实际的操作问题，首先不能迷信这个主角，它也是对生命描述过程的一个接近真理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如果这个主角不是个动态的，它不能真实的反映生命的现象，其实不能迷信主角，一个主角只是一个，只是看一个树木里面找到一个树枝是一个树叶而已，并没把整个树描述很清楚，这个树的这个气场呢，这个树的能量的动态其实还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知道这个主学比过去大大的提高了，搞得很细了，就拿微生物看的那个脉络搞得很清楚，但不等于我们接近对生命理解的真理的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迷，既然认识主学，但是不要被这个牵着鼻子走。第二个呢，我们中医能够带来什么呢？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医的思维的真理，是否讲它能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主学那样一直做下去，一直往西方走，我们就跟着西方人的鼻子走到里面去了，我们不会有创新的。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把这个主学的数据怎么分析，不能跟着他们那个东西用他们的设计，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方法。我们自己刚才我为什么叫我的学生把那个新冠的一些数据拿中医的思维去分析，我们完全不用西方的数据，不用他们的统计学方法，我们用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来做。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再结合什么呢？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一定要跟这个你要得的有用，一定要跟临床的东西结合，仅仅做细胞链的做的东西没什么意义的，可能那么多汗牛充栋的数据哪些有用吗？你人类文明的书里面就那么多少句话，有多少东西，那么多书放在那里，真的很多东西都是来解释。你看那个佛学里面48000说，真正的讲的这道理的就是那个慧能法师就理解透了，48000只是对不同的根器的人用不同的解释的道理，这样的悟道悟佛而已，而且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你不要迷信这个方法学，只是用这个方法来讲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说，既要进得去，不能进得去出不来。所以我这里最后结束这个话呢，我就把这个苏轼有句话，我也这是我自己做学问的一首诗，写了一首诗叫做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分叫什么，我把它背，我背不了，我读给你们听，特别有哲学道理啊，叫做味至千般恨不消，道德黄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就是人的对真的，就是你觉得这个技术一直往前走，你觉得哎呀这是我接近真理，等你那一天了，你把生命的本质看透了的，就是说苏轼从庐山到了杭州看着那个浙江潮，他说哦，原来庐山烟雨浙江潮就是这样。所以你那个时候就退出来，你看这个世界就完全进入道的层面的，就是道理就自然法则的层面，而不是叫法术那个枝穗茉莉的东西，那这是一个方法学，不要被这个方法学一叶障目
啊，就讲这些，谢谢。好，非常感谢两位得奖学员的精彩的回答，我看我们的魏校长都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啊。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主持啊，吕院长以及贾伟教授。好，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得奖学员刘良院士以及我们的徐安龙教授。接下来请允